谢谢。
世界通统计，还有两百几万人
就刚好你帮了你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数字，我们感觉嘛非常担忧的一个一个世界。即每一个人要行去到底的要素，拢总会当做。比如讲，你要去到美国，放在这出莫德纳人去，还 A 级人去，在美国要一起跑的这个卫生组织 A 级运动，你爱做两批，一个疫苗还打算出，他出的不是像咱出的出的，去还得关两百八。咱台湾，咱台湾，像今年要再过年，进目前中找这个这个疫苗旅馆，不是疫苗嘛，这个叫防疫旅馆，进一间到进目前中找无一间防疫旅馆，干呐讲着找无，伊就袂当去啦。咱们泰国。咱好大好太太，因为伊叫一个，叫美华，叫一个，伊这个小妹美华，闽台湾，咱台湾这土地，要甲找一个，相关的防疫旅馆，无当找，无当找，因为自早几个月前，人就拢订订订啊，但是闽台湾呐。就袂当得啦，但叫咱华人迄个查某囝，伊在北囝华饭店，伊讲要找一个嘛找无，但是今日伊才叫着因，因业务去找，讲等下找一间，等下找一间，一间两个人一工六千几块，六千几块爱住一礼拜，爱差不多几落万几块，甚至。两百万的房子，爱偌济？爱十几万，正十万。你要转来，爱去住迄个饭店，爱去关两百万。即马讲起只起啊吼，起就讲关个饭店七天啦，倒来厝内关七天啦，爱关十四天。但通踏入即块台湾即块土地，即个亲情就对了。咱个话，世界已经造成了人心惶惶，人心惶惶啊！哦，但是那个想法嘛，伫世界，伫泰国国境中，咱咱们大家泰国开了迄、那个这个台班，伫山顶台班，进泰国一天，都要成万个，一天无，成万个确诊，但是对两三个月就加起，唔知几十万人确诊泰国，伊讲这是有报的数字啦。但是背后报道出来数字偌济，唔知影。泰国唔比咱台湾咧掠遮精准，因为因有阵时啊，凊彩啦，报愈济都反正吼，大家愈惊啦，报愈济愈好啦，就人着确诊啊，来杀到去增加去啦。因为增加吼，因为较袂恐怖，较无遐济人啦，就安尼啊。所以进泰国一天啊，百万几个确诊，好。但是泰这个门币的确诊进泰湾呐，硬开放哦，越南硬开放哦，安怎开哦？就是恁来阮这个国家，甚至拢免关哦。你敢去无？你敢去无？你去了后，回来你关在是一关七天哦。你若去八月倒来关七天哦，啊，搁你的迄个去家庭啊，搁关七天，唔是讲起无代志哦。你倒来你就继续关哦。这个是真恐怖的。但是伊即摆，你若咧锁国，规个国家拢帮你，规个国家大来倒，饭店啦、旅游业啦，吼、哦，迄个餐厅业啦，哦，所有相关的物件拢来倒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要开放，爱倒，要开放，愈来愈严重。哦，比如越南是四千几个，一天是四千几个，但是你挡袂了啊，甲开放要到底，即摆一天才八千几个尔，有可怕无？这个物件要表示会稳定落来，即阿华的，即个，咱不会输输，阿唔比输。但是咱想看卖啊，咱台湾这个土地，除咱疫情较深啊，咱有作恐怖无？咱有作紧张无？
咱台湾看人咧听，我拄仔遐行到半路山才倒的，啊是用行到半路山才倒的，迄行到半路山倒的，迄确诊，因为无法度啊，去病病人手啊，啊去到对的所在，嘛毋是毋是，无所在了，我心里听无少一个人啊，遐倒一股遐，倒一股遐，倒一个遐，倒一个面啊，好，所以你生活里的环境内面，当中人性方法。咱台湾那个，咱上侪到偌侪？一天上侪到六百几，到七百几。好、哦，一天的死亡上侪，咱看呐，二十几个上侪啦。哦，咱就袂到厉害个。好、哦，美国当中发生死亡的嘛，美国发生死亡死了七十万啦。唔过呢，咱知影，咱不知道这土地，这个叫做荒地险道。这叫做先人所住的所在，但你看这个状态有福无？有福无？你看看，世界上一次好，把咱台湾肯定。咱台湾，你咧防疫也好，咧防疫，甚至咧控制这个疫情也好，控制了有够水。这世界对国家连连的说，一年进都连续报不来的。过来讲出来，拢离本土这地，离本地这地，拢无着这个疫情。有啦，国外去买十个，甚至上上十个啦，后四个、后五个啦，去到国外是杀起来，就是杀去迄个黄米馆，啊确诊就杀去的时候拿迄个病去啊，未当走起这个倒出来。恁台湾这过去，吼、哦。你这内底未使超过五，你外口未当超过几个。你爱什么？哦，这个内底当中，哦，你迄个爱一点五公尺，你外口当中爱低于一公尺。即摆开始，你进行差不多二十几公尺，十月前、十一月前开始收费。你台湾的总购买，你室内无上限，无上限的听无，你讲无一定来控制几个。但是一个情况之下，大家戴口罩，爱挂口罩。但是因为有一个条件，就讲因为功课啦、输液啦，会当暂时啦戴口罩。所以我真客气，有下政府吼的防疫的操作，唔是我一个，啊，我一个一个口罩摕落来，啊，无合规，我就合规的。哦，啊，但是我就我就做挂，互恁了解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，大家人，大家做我们叫规矩的。啊，大家嘛卫生方面，大家嘛足注意。啊，嘛是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爱重视服务。一年来讲，咱来知啦。台湾这块土地，若要讲哦做善事的人吼，那、哦、对一个咧大地动，对一个咧大火烧，对一个咧做大水，咱台湾一定走第一。起落不是不易啦，那过了十年。你想讲日本的三亿，今日台湾的观众要到八十亿哦，七十几亿哦，到八十亿。是咱台湾一代当中，因为这个疫情咧，后互人家咧说，讲袂当袂使去到外口去买疫苗，莫得呐。但是咱外国直接把向日本来送四百多万剂嘛，是毋是？迄个倒一个倒送过来，倒一个数，倒一个数都甲你送，敢是安尼？因为过去咱的选择做这样子，那么当时咱台湾还袂严重的时阵，咱的口罩外交，咱做偌济迄个口罩的时阵，互世界人，人看到台湾的口罩大抓，哦，啊，都规定就好啊啦吼，啊，看到一个所在口罩都无了，无三万块起来，看咧啦，啊，这是啥物件？因为台湾，台湾人一路来做就是诚信。这个诚信的三信，咱们引导，咱们来听听。一然后，咱们是安排什么？咱只有来个做善事。第二个，到底做大水，好，台湾人爱心很强。到底火烧厝，台湾人爱心很强。到底创啥物，台湾爱心很强。感谢呢，台湾一块世界地土地2300多万人，你这个所在一世人来地当中，用做善事。慢慢做，比如讲今日，咱是世界上界强的台积电，台积电进世界
英国、吼、哦、美国，即伊所做的晶片，是绝对无袂赢咱台积电。咱台积电的晶片，若有甲送着了，因车毋当生产，即所有的车辆，甲伊的物件拢爱爱用买迄个晶片。若无迄个晶片，迄只车生产袂出来。所以世界的人向台湾，吼、哦，得爱只晶片。含美国总统嘛来咧求，含即个英国的迄个总理嘛来咧求，吼、哦，西德的迄两个，迄、那个梅克嘛来咧拜托，哎、欸，听他们心声一句话，好、哦，是安那地呢？台湾，你这个土地2300多万人竟然会当创出着世界第一名的经济，的晶片奇迹，这哪里讲？我们已有荣誉，那么他们是公民。但是问题出在哪个所在？问题出在一个台湾提早部署铁厂哦，比如咱过去，咱台湾拢把一寡遐科技人员送去哦，送去国外去受训哦，你为什么你的提早部署？比如因为这个疫情，咱提早部署哦，要不因为疫情开始一直注意，哦，比如咩事跟啊迄个。迄个考题意啦，什么嘞？什么非洲猪瘟啊，什么物件？好、哦，迄一早，你摕猪肉去我台，你土地28万，迄你的行李，爱撇到你的行李拢无遐物件，肉类，迄两日咧发着，越南一款巴厘岛，迄个什么？哦，什么病菌，好无吼？大家惊吓厉害。来，这个贵宾台湾人是超级的，所以呢，咱在发现某些量来贡献，咱会感觉足平安，确实，咱会感觉足平安。啊，咱嘛是依照咱这个防疫，咱台湾每一个乡亲们，咱大大小小的平安，咱感觉非常的感恩。当然，我拄则讲的就是讲，咱台湾乡亲们，大家在做善事以外。但是做的是这个大时代，大时代，哦，大时代是跟咱这个属性。我现在说的是，过去疫情特别开放时阵，疫情特别是3、4月时阵，我哪里坐飞机，哪里飞机顶拄着一个得病者，唔得超高，诶，迄个诶，思想属性。想到讲，因为第一个问题，你出安全的话，就是讲。要吃饭的时阵，医生宿舍先来拍，迄个空中小姐伊就开始拍宿舍，啊宿舍就拍一半两半了，你所有内底空小姐大家都一直在拍宿舍了，上少都还拍20几半出来哦。你甲看过去20、30年前，20几年前，一台飞机要有一半宿舍都无可能，即摆一台飞机上少还有20-30个吃宿舍，迄毋是有预约哦。哎，比如你去今天去泰国开放呢，你去对一个国家开放，哦，比如咱今天去泰国开放，行泰国边境了后，你足简单就去拄着对一个单位点来收，对一个单位人才。但是因拢摕着台湾兄弟姊妹，伊甚至伊个人家己的钱买机票去国外的开放，伊敢会去做这行业？哦，是大人救人。当医生去做这行，这是一个实验啊。咱想看卖啊，咱若一个家庭，大家就去做这实验，就是去做人，去度人，去做佛事，去做善事。你一个家庭，大家就充满着欢喜，甲充满着这个善，哦，善的这个或者、哦这个、兴趣。哎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所以人不叫做福星降临，天顶迄两福星会甲你降临你的家庭。现在台湾这福报，对我拄只讲分得出来，万达万已经出来。天顶上天甲咱保庇台湾这土地，因为台湾这土地太有先人，你做这代志，比如讲，咱的时阵发生代志，咱伫网络。今日明日救火前景啦吼，咱同时到点，今日二号的哦，今日爱上的哦，哦，甚至咱二号的，
后分牛后牛死人的，哦，后迄两个，哦，迄两个，哦，迄两个马来西亚的，现在不得不去，哦，因就请我去，走十几个国家学生拢共伊一个论的内底当中，啊，去时间到，因就去上面去对付这个问题。你咧台湾到目前中，惊咱爱上，咱爱上。救护车已经上了到几遍，上了到二十万遍，伊进前就讲五百一万遍，还几万遍，一届是啊，迄个哦，迄个哦，这个啊啊啊，这个是啊，七天啦吼，啊，救不救人啦吼？但是起码已经我看了这人，他的记录比他二十万遍，那这得亲戚啊，那锲而不舍。但是阿吉生得高，就变成一种的迄、那个，诶，一种的这个灭了金鸠、上灭金鸠、金鸠的那，诶，迄个一种的一个风气，变成这种的，但还没讲死嘛。这种的物件，含神经甲鬼怕，确实是。所以呢，今日咱来当讲真正服务，甚至呢，今日去开了啊，咱第一班，或者呐，第二班，因过去。政府含咱个当中，咱忙当中，啊，即卖当中一直当中，啊，所以咧第一班邀请到了谢立，之前呢，啊，迄、那个杨炳任嘛，即卖是杨顾问啦吼，因为杨顾问的德学嘛非常好，啊，今日去头一班会当邀请到杨顾问来担任助理，啊，所以即个当中呢，啊，咱个安尼进阶啦吼，啊，不孤啦吼，啊，两个一边说吼。啊，就从他会带几个啦，你家里跟着你，家里跟着你啊啦吼。啊，那背台都弄蛮好个，因为这个班数上个重要就是重要，这个班数上个重要就是无声。这个班数若无声，一定就从他会啊。啊，很好，好，谢谢各位哈。谢谢前年的咱顶阵输，咱各位前贤大德会当甲互我指正啊，甲批评指教吼。那进前吼，互我一个搜寻一个资讯啊，有关咱这个年龄的划分标准，啊，都去找着这个，吼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标准年龄的划分的标准呢是，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划分的做一个新的规定。啊！伊安那规定来讲，从咱人一生结婚的五个阶段啦吼。第一阶段就是零岁到十七岁，即叫做未成年；第二个十八岁到六十五岁，即叫做青年人、少年人；六十六岁到七十九岁是中年人；八十岁到九十九岁叫做老年人；啊，一百岁就叫做中寿的老人。
啊，咱各位前生，咱即摆若六十五岁以下，拢叫做少年的。哈哈哈！哈，较早吼，古早时代呐，达到四五十岁，安尼绑一个，迄个包啊吼，啊穿乌